这个开市哈，就是你站好了你要走，有好几个方式啊，好几个方式。最简单的啊，比方讲这样子，我们要带最简单的从这边走，先疏肝嘛，先疏肝下来，过来，这就是画一个圆。你要走外用的，沉下来以后，可以沉下来以后就这样走也可以，这是最简单的啊。然后呢，比方就是推太极的，白扣从这里上啊，从这上。我讲过，如果是你站在这边你自己当圆心的话，比方讲这个地方是圆心，这个地方是圆心，我要走啊，我从这里。走上圈到这里啊，这是用这个推太极走啊，你从圆心走也可以，很简单的这样走也可以，听不懂啊啊，就很多种方法，所以它没有一个一定的方法，但是它有一个什么呢？它有一个是你在开始的时候，比方讲这边气是沉下去嘛，从这边调息，气是沉下去了。好，你从什么路起来？沉下去了嘛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沉下去，你从什么路起来？或者我根本不要起来，就是我如果是这样子起。哦，这也是一个走法，就是我不起了，沉，哦，就不这里起，看不到，我从这里起，刚才讲，我从这里起，这是一个调，一个调息啊，从这边绕一个圈，一个调息，这边走，我从这里走，这是从胃。这样起来，加油到，好，来。